节。那我现在要去看高丽大和建国大篮球决胜赛，好激动，一会儿一起见吧。我就是今天要去看的，在高丽大学的一个。哎呀，所以考虑退下去。对，到了，宝贝们，我到这个高丽大学这个柴油馆了。这个真的是在一个巨高的坡上，他们在跑是为什么？我也要跑。我感觉高丽的是帅一点，我真的。真的在很山的山上，但是还是挺漂亮的。我们要去吃这个，过吧过吧，走。是我点的雪浓汤，然后这个是凉面。好了，可以了。这里呢就是有粉丝，还有牛肉。泡菜，我觉得挺有意思，特别是每次剪视频的时候。那会不会啊？原来那也要会记录。然后我朋友还想回去拿那个小哥的联系方式，结果他走了。宝贝们，我现在已经回家了，现在是6:50嘛，就又要上课了。今天不是去看了那个高丽大的篮球赛吗？哇，真的就是特别激动，大家都全部跟着一起鼓掌，然后我的手掌全部都拍红了。因为每次高丽大进球的时候，大家都很激动，因为高丽大的球员都特别帅。就建国大学的队呢，就是会看上去比较实力一些，但是高丽大的粉丝基本上全都是女生。反正就真的很好看。好了，那我们就一起上课吧。啊，不要一起了，我就一个人上课啦。한한에네한한에어디네여기있습니다